好，很高兴在正言上人那里足迹与您见面。上说佛陀言，人生至苦莫过于病苦，所以看病功德为第一。上说现在的医疗很发达，有很好的治疗方法，此为妙法。仪器先进也需要医师的巧手与高明的技术运用，所以要有妙手。但是徒有妙法妙手，少了妙人医，病患人是苦。所以妙人医不只是医师一人，需要的是医疗团队，不论是护理师、药师或检验师等等，缺一不可。现在敬请一块来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上说人生之苦莫过于病苦，疾病是痛苦的根源。慈济之所以建盖医院，是为解人苦痛。慈济医院以病人为中心，秉持人本医疗、尊重生命的理念，为民众守护生命、守护健康。台北慈济医院自2005年起业迄今，接受周边血管中心治疗的病患已达421人，保住522只脚名截肢。接受血管内介入性治疗者有660人次。我们在医院的所有的同仁们用心用爱呀，大医王与所有的菩萨们守护生命、守护健康、守护爱，让我天天都在感恩。福慧两足尊，那你们呢？救了550多个脚，两足尊都几足后悔哦！你看你们有抢救了多少的福慧啊！真的非常的感恩呐、啊！生命的磐石，人生呢没有比生命更有价值，没有生命的什么价值都不谈了、啊。所以有了生命的存在，才是真有价值。感恩各位大医王的菩萨们了、啊，大家的发挥了生命的最有价值，而且呢无价可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。感恩所有的菩萨们、白衣大士们呐、啊，都是菩萨大医王们，感恩你们。上说佛陀悲智双运，具有福慧两足尊的至高德行，上人感佩慈济大医王解救了500多只脚，让病患得以两足健全，福慧双聚。上人赞扬大医王们福慧具足，拔除病苦，造福人间。一大早啊，看到了我们贴心而亮丽现在的整个社会环境里，那样的环境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医疗团体，一打几百我都已经很安心了、啊、看到每一位都是那样的自在温馨，真的很感恩。走到了金导馆所看到的都是那样的文武泰山呐、啊，真的很有依靠，守护生命的很稳定的哈、哦、这一股力量，我就会问说穿了那一件铅衣呀、啊，重不重啊？很重啊！所以人家碎念，我就伸手从张主任的手中呢接过来哈。哦，真的摸出来提起来哦，真的很重，不是穿了、啊、几分钟，一穿就要几个钟头啊，真的是很辛苦。我们能理解到身体有形的压力，
千衣穿在身上，那是有形的重量啊。其实呢，更有无形的重量，在内心里很重的力量，我很能感觉到。所以啊，要走出了新导馆的时候呢，我就拍拍了一位白衣大师的肩膀，重不重啊？他说重。我说你们是有形的重，我嘛赶快加当呢，因为我是无形的重。的确，这种的人生啊，这种的挑起了责任呢，当然都是重啊。不过呢，要挑起了这样的责任，要有那么的重，还会笑得那么的灿烂，那就是感恩。上人严杰从张衡家主任手中接过20轻重的防辐射青衣，是如此的沉重，而医师却要穿上好几个小时。医师们除了身上背负有形的重量，尚有病患将生命托付的无形压力，更为沉重。上人有感于自己也为天下众生挑起使命而负担深重，但因甘愿做，不能分享受。这种的甘愿人生啊，生命中的价值啊，来的人间到底是长短，没有人能知生命多长，我们都不知。可是我们可以呢，制造我们的广深，我们要有深度的生命，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。常常没有深度的生命呢，其实呢是感觉到说，过卡这回阿玛西阿内鬼气啊，人生的百年呐、啊，也只不过呢。刀立天的一天而已呀、啊，在佛法来说啦，所以呢，就是一百岁啦，也只不过呢短暂的人生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有深度的人生。院长呢，就指了就啊、哦，某某这位白衣大师啊，啊，有人呢要多了多少钱给他，他可以不要。他就是要守护在我们的这样的岗位里，但是呢，在我心里听来呢，这根本都是无价，不是用数字呢能衡量的，这就是很深的这种的生命的深度啦、啊，不只是深度啊，还有跨度啦、啊，所以呢，这都是生命的价值。上说生命的长短无法自我控制，但是生命的价值可由自己来创造。生命的深度宽度比长度更为重要。上人感恩同仁们坚守直至，以爱付出，让自己的生命价值不断地拓宽加深。每一位同仁的付出都无法以世俗的价值来论断。透过了规划的主题艺术乱人家做技术，大家人这样跟我来用心，也做了十几个钟头，一共呢差不多剩下50000通货，还要打折哦。想一想，嘿，有的讲哦，去美容院一次啦，讲几啊万啦，总而言之呢，难怪啊，最近的医疗都说放弃了，不做，要去做医美，这种浪费了我们社会的资源，要浪费了多少人的心血教育哦。去做医美，他有很优质的功夫啊，可以担当起啦，这样人生无价的妙手妙法妙人医，安尼不做啦，去做迄个医美，我感觉都讲
地埔生下来的形态是上水啦，做作的假哦，是一点都不价值的美啦。总而言之呢，这种人生真的很奇怪，我们的社会也是很奇怪啊。记得就是奇怪会自消啦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呐、恢复到我们真实的人生的价值观。我们现在的社会这种的价值观呢，实在是很怪，也是很模糊不清。总是呢，我们好好的守护着它。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的人人，我有我的志业，也希望我们各位大医王与菩萨们，我们共同都同样有这样的志业。我的志业呢，是为佛教为众生，我的志业呢，是为天下的众生的净化人心，这是我的志业啦。但是各位呢，你们的志业就是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，守护爱，这也都是各位大家呢选择医与护或是医技等等啦。任何一个人呢都有下了愿力，因为选择的自愿嘛，这都是叫做愿力。有了愿呢，开始完成了这个行业了后，那就是开始爱使出啦你的良能啊、力量啊，这叫做愿力。开始写立愿，再来呢就要付出力量，安尼叫做愿力。佛教呢，就是很注重愿力，有愿无出力啦，安尼呢，迄拢白立愿啦，是没有用的。就如你该栽培个遐尼好啊，他不使出了他的力量，这都是白白的培养的，咱家己培养出来白衣大士啊，每一位呢都是那样的亮丽，那样的温柔。让人感叹现今社会价值观的偏颇，期许医护同仁们坚持救人的初衷，诚如佛菩萨的慈悲心愿，秉持愿力，传承慈济人文精神，以守护生命、守护健康、守护爱为直至，但盼此际妙手妙法妙人医能发挥良能，守护人间至高无上的价值，拔苦与乐，造福人群。为了守护生命、守护健康、守护爱，人人呢都是白衣大士、观世音菩萨，我们的大医王也是一样啊。人人呢都能有这样的妙所、妙法、妙仁医呀、看到了，那卡骨侠呢，无论骨也凹起啊，在画面上呢都可以感觉到说，嘿，那些挖金哈，可能都会闻出来。佛陀说啊，观身不净，这都是佛陀对人的身体总是呢这样提醒我们。这种的四大不调，身体的不调啦，血路不通啦，所以呢让他的脚呢变成了这样的溃烂掉啊。黄主任用皮去皮，心脏内科黄玄礼医师为了救治糖尿病患的脚，有时会用鼻子去闻溃烂的部位，以判断感染坏死的程度。上人联想起早年花莲慈济医院骨科陈英和医师在夜间巡房时，关心患者病情，不畏恶臭，在病患伤口闻味道，着实令人感动。我就想到了陈英和陈院长，他呢早期也是一样呢，在我们的花莲医院暗时一个半暝去巡房哦，同样呢为那一位妇人，脚骨都差不多安尼啦，他还是呢
轻轻地走到了病床旁边。患者在睡，先生也在睡，台东来的患者，先生锁在太太的身边，这样轻脚轻手到到身躯边去，掀开他的脚，轻轻地给他掏开来拼。先生有警觉性起来坐着，眼睁睁地看着陈银河，他就是这样的，把他的脚掀开了以后，这样给他压起来拼看看。那个时候呢，听到这块呢很感人啊，所以很多人都说那用拼音靠近而且要闻它，原来呢就是用鼻子可以闻出它的这个伤口的病菌的变化。以前有告告不只是手会开刀，连皮嘛也当然去分别伤口的细菌的等等啦，这都是呢妙手妙法，真是妙人一样。人生最苦呢莫过于病痛，在福田中呢就是看病功德为最，这是第一啦。因为呢你拔除他那样的苦啊，因为年轻的女孩子这样的病折磨啦，多么的痛苦，从南到北啊。而且呢就是那么大的医学中心，竟然呢让他用试验性的让他呢愈来愈恶化了，回到了我们的医院里来呢，还是回归正规的治疗。这个女孩子呢已经呢应该在回馈中了，看到了这样的人世间呢爱的循环呐。上说八大福田中看病功德为第一，上人赞扬慈济妙人医以妙手妙法为病患诊治恶疾，减轻病痛，病患有福得遇良医，病情稳定，乐观面对人生，且发愿回馈帮助他人。上人欣喜医师们以爱付出，美善的医病情，启动人间爱的循环。付出无所求，你看哪还让你辛苦，这个你妈你大概让你当。而且呢现在的医疗环境那样的恶劣，我们还是呢顺了我们自己所发心立愿，安尼该承担落去，稳稳行落去，步步踏实呢，我们还是不会受到了外界的一切呢所影响。这呢都是佛心，都是菩萨心啊！唯有呢诸佛菩萨呢愿力呢不变。非常的感恩，但愿呐，我们的坚持不为外面的一切的风风雨雨影响到，我们总是呢等待着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呐，回过来呢，社会人人懂得感恩，抢救生命啊是再造之恩，但愿呢，我们能。守护这一块再造之恩，我们为人人呢付出，让他的生命呢有重新的建立，可以一旦感恩，不只是干呐救因的性命，过一旦救因的心。看到人讲哦，这气象局报无准呐，海军吼准备啊安尼，大家呢又在骂了。我们要感恩呐、啊，你可知道啊？这个我们的社会有多少无名英雄啊？不是气象局报不准，应该要感恩呢、啊。我们台湾呐、啊，人人呢、入金帐了、以后呢，战胜前程哦，我们才能呢，让这样的平平安安度过、啊。我们不都是应该要感恩？
感恩吗？难道我们一定要受到了有灾难才讲吼？气穷就破了有准呢？难道要这样吗？我们宁可啊，要相信科学的时代啊，我们应该要相信，要感恩呐、啊。而且呢，真的感恩，当下点呐，花起也行吼，啊都开始人咧嘛，可要知道，那点咧也同时多少人冒了危险。在修理电线的人，所以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用感恩心。但愿有一天，我们的社会呢，还要回归这种的彼此感恩的人生哦。这样的社会，我们的生活才是真有福的。这种的心灵净土，大地净土，那才是呢前面的亮。一进来都感觉到很亮丽，很安心、哦、能安心呢，创造生命的、哦、那样生机的环境，真的非常感恩。上人赞叹医护同仁们付出无求，自在而欢喜的容颜，显现安住于繁忙辛劳的医疗工作中，发挥守护生命的良能。上人欣慰同仁们，即使外在环境风雨飘摇，但大家稳如泰山，让受病苦折磨的人身心有所依靠，大家不受外境的风风雨雨所影响，坚持救人志愿，期待总有一天社会能感恩医疗人员的再造之恩，人人彼此感恩，社会才能平安有福。在医疗岗位上，不只要治疗病患身体的病苦，也要抚慰病患心灵的创痛。医学发达，仪器先进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妙手妙法妙人医，才能为人解脱身心之苦。上人表示，妙人医就是充满爱心使命的大医王，要具有佛陀的慈悲心，疼惜病苦人，也疼惜天下人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慈阳，祝福您健康平安。正言上人那里足迹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